这一个展览它其实是我们这个第二年的全国美展其中的一个部分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我们有这个摄影文化中心，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传统。那这个传统就是把我们摄影类的得奖的作品，我们再移驾到台北这个地方来重新的再展示一次。其实每一次看到这个摄影类的展览，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，是因为它不断的使用各种各样的新的这个技术。那一方面呢，传统的这个技术呢并没有消失，还是有很多人是使用传统的暗房的技术，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用数位后制的这个方式，甚至我们这次的比赛也有 AI 生成。那 AI 生成的作品到底能不能算是艺术作品？所以这些非常新的这个议题在我们摄影部门的里面会提出来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现象。不一定只是它，其实是在讨论一个建筑的工地，一个建筑的主体，然后从开工，从零地，然后一直建筑到某一个建筑的阶段，这样子。老旧的房子被拆除掉之后，如果大家有注意到那个城市里面的建筑的状态的话，它会形成一个老屋三墙的一个结构。那那个部分是我在谈空间的维度跟时间的轴距这样子。在这一套作品里面，我加进了一个复合媒材的一个中介质，那这个中介质其实它就是一个等相链，那它同时也是在探讨时间、回忆跟记忆之间的那一个关系。海飘瓶花呢，它是继去年残荷系列的一个创作的延伸。那我其实这两套作品呢，其实它是挪用绘画的形式，这些东西在讲一些环境上的一些议题。那海飘瓶花呢，就用漂流木呢为枝干，海边垃圾呢为那个花卉，看似呢好像没有逻辑上的拼贴，但是它有意识形态上的美感这样子。因为这是海漂垃圾，所以我在去背的时候没有特别针对那些去的很干净，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垃圾原本的样貌，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地方。这个作品呢，是因为也是在永康街闲逛的时候，我突然看见一个女装店，他的招牌已经陈旧脱落了。那个时候我忽然就有一种灵感出现，就是说这个字体，脱落的字体，就仿佛我们常常在用电脑书写很多种字型。我觉得去收集它看看，会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字型出来。实际上我下去收集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像是有一点难度，因为这些字体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那么容易看得到，因为时代久远了，有些就整个脱落没有了。我是属于比较怀旧念旧的人，所以我比较会专注在就是说这些有时间感的一些事物上面。有的时候我们记录的当下过了这个时间以后，很多就消失了。1952年的鲍斯一个教授叫莫勒纳克就讲了一句话：如果你对摄影不了解，基本上就像文学家对钢笔的无知。这个将近100多年前就是说出，如果未来你不了解摄影人，基本像文盲一样。你看我们现在生活，影像无所不在。那么摄影的发展到现在，摄影 AI 已经要面临了，那将来
可能不需要 camera， 也不需要这些装置，将来可能就是我们面前的真实，可能一个晶片啊，一个刹那，你所有的感受都前置的可能啊。那到底摄影家、艺术家要何去何从？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自己的存在的创造的本质，因为这是永远的路。